开局电击冒气了，多半是放空。玩抓捕，我们就要首先目标明确，先关照放空。来，让我看看。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哈哈！这把就一个矿工送他上天，基本就稳赢了。还想人皇不？一个蓄力刀基本能打到。驯兽来了，直接不管。我眼里只有矿工，嘿嘿嘿！请叫我第五弹格第一深情。还想人皇不？这么爱秀吗？爱了爱了，带你去玩大炮。这把两个驯兽肯定要来救的，直接守在这里等着。来了。这里出刀慢了，打到驯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想放肆是吧？等会和你。第二炮直接上天了，这下就好打了。两个驯兽，一个魔术师，不好挖矿的，慢慢和他们玩。想拉门直接抽刀。两个驯兽来就没事，我们目标明确，直奔魔术师。一个满蓄力刀，这个驯兽在旁边肯定想撞，盯着他，他想撞我们，扭一下我们性感的屁股就躲开了。你看看他们，矿工没了，这么玩下去就是慢性死亡。我们目标还是这个魔术师，先把他送上天。哈哈哈，感觉他俩现在好无助，要翻直接一个蓄力刀。门一踩，游戏直接结束。还搁着摸，有用吗？这小熊躲在柜子里，让我一顿好找。哈哈哈，小丑这个笑声太应景了。走吧走吧，东东今天也很喜欢你们。